通教你嘛，阿你就话点解我喺度，我个点解讲你？我话雇佣话冇讲，然后话冇雇佣冇讲，雇佣讲你点解冇讲那里？冇都冇人都知道呢度，招呼他那里，啊都冇知道啦，因为中间做老板，然后都弄唔了的啊，有啲苦，路边都差路样的，是那样的，哎，吃苦呀。阿里有雷地点出路下来，那不就不去点嘛？存到就阿家改做，对嘛？看我的印尼的，阿家改的出路下来，阿拉生产面，特别多就话咯，跑印尼有年那个就说送俺家来看嘛，开开接待的，起码我嘞特别多就是个，阿家没听到，哇，就加拉路巴路，送你回他路，去得干牛嘛，阿他有，滴滴在家各地叫。看呀，不如出路一样的，更安全更安全的，都是。那老金那个，工农，等下哩工农有地有灶有，等下哩有抽掉土金，那抽掉古来有，那家伙土金的不，那家老贵金，他们老把皮来说，以前嘛个，就那工农有弄不贵呢，有把皮来说，就那嘛。就那也稍微你一点那边微压出来，俺叫了，比如，啊没得不老累是呗，看牛嘛，就那个阿拉牛，皮肤比如瞬间就松了，哎，抽骨了一点，那瞬间就抽骨了一点松了。好，我干嘛？好干嘛？你嘛你？以前嘛，离的苦的路段嘛，就嘛腰椎的对。哇，那就是做木纹来，帮我们做木纹是。阿拉一家不生病，那不叫力量那等下来是。以前嘛个就是那片的等下来是的，就是那些腰杆带的等下来是的，还有就是那些马路外头内卖的吧，捏的差不多，内卖的，捏也不如老古老样的。阿拉没有一个那个布啊，抽身那边抽皮的。工农农为的呢，他们在那修，比如话来过边路，过来路边个，公务面窄的，然后把边路窄的时候，起码啥东西，起码出不了危险嘞，沿路的出路的，都一样的咯。你看嘛，你哦，路来呀，过泥的，是过来过泥的呢，他们路过嘛，危险下不路的，阿拉叫咯，伊路过嘛路没，危险下没，路没路的，你来路路呀。你来住你啊，住过一下。